今天去十二亩超市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堆吃的回来，这种经典的东西啊都被我买到了，这个鸡爪还有这个鸡，我就想吃一下这个鸡那个腿吧。听说巨好吃，入口即化。太好吃了，那二十拿走。还买到了这个五谷鸡爪，然后我打开以后我才发现里边居然是独立包装，尝一下好不好吃啊。感觉有骨头呢，这个不是很好吃。我还买到了这个蒜味的薯片，老大一包了。薯片入口即化，还有这个麻薯，好多人打卡，尝一下，都说好吃，我没吃过。这里边啥也没有是吗？有种吃馒头的感觉。算了，我来尝尝我的西安米苏吧，这个是我最感兴趣的。那可可粉太强了，妈，这个太好吃了。难怪大家都要排队去买这个，我今天也排了好久才买到。啊，这个好好吃，而且超级大，88块钱，这么大个，我感觉这有12寸，还不错。拜拜。